Before we have more than 35 minutes before the coffee break, I would like to invite Sehong to give us a brief sum up in Chinese, because he did an important translation job, but we could not benefit from it because the slides were separated. 我知道大家的英文很棒，就是我这次说，有时候我们同一个题目，另外一个语言听，可能会有一些古代的。好，那你应该。不好意思，谢谢主办人给我这个机会，因为我刚好有负责那个，那个Natural，帮他抛放把它翻成中文，然后刚好所以他给我们当比较重要的先看过一遍，原本是有时候要做口译这样，所以我那篇文章算是蛮熟的，所以就是。 保罗希望我说，做一个大概5分钟的简短介绍，因为文章的内容其实跟 PowerPoint 有点不太一样。文章多处理了很多比较复杂一题。那简单来说，杨丽这篇文章他处理就是德国法国核废料政策，他们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处理这些核废料最好的方法，似乎就是把它埋到很深的地底里面掩埋起来，500公尺深。那如果看过那部芬兰纪录片《和你到永远》，他们现在正在进行就是这样子一个工作。 那在很多国家，这似乎已经是被看成是一个没有什么好挑战的一个解决方案。要不然你要怎么办？把它继续丢到海沟里面嘛？像我去曾经在做的这样子。那可是，在法国越来越，就大家开始发现，当然会支持这样的方案，其实有一些考量的。比如说，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和你到永远》的那个纪录片，它其实也有讲到，比如说在我们怎么知道未来的后代他们会不会继续像我们这么样小心去。 监管这些核废料，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把它放到越深越好的地方。最好我们从此永远都忘记有这些核废料存在，永远不会再有人再去重新开启这些核废料。这样看起来好像不错，很好，对我们有帮后代着想，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负担留到我们的后代去。可是，在法国国内开始有新的一个辩论，因为之前我们讲这种掩埋方案，其实就是建立在一个不可逆的基础，你永远不可能恢复了，你埋了就是埋了，最好是永远都不要挖出来，你永远最好是三五年内就忘记掉有这些核废料存在。 但是他们开始在想，那可是这对后代真的公平吗？因为科技其实会不断的进步的。那所以当未来的人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再利用这些核废料，或者是直接他们有更有效率的方法去摧毁掉这些核废料的时候，他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吗？那后代人做机会的权利是不是就被我们这当代人所剥夺了？那所以在法国自1999年来，后来的讨论就是走向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可逆性的方案。那当然它不是一口气就走到那个地表。 储存的这个方案，一开始是现在想，我们也还是可以埋，但不要埋那么深，埋大概不是公尺左右。然后是慢慢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对，这个好像是那个核工业者他们的一个轨迹，他其实是要骗你，告诉你说，因为老实讲，埋久了你就会越来越难把它挖出来，因为地形条件的变化或者什么这样子，这有可能只是一个增加公众支持，我可以接受让核废料掩埋场放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说辞，所以后来。 有越来越更前进的想法，就是没有关系，我们其实应该是要把它放在地表上，因为你一埋进去，不管是埋20公尺还是埋500公尺，以后就会越来越难要取得出来。那后代的权利永远都是被我们这一代所剥夺掉，所以最新的提案是可以把它放在地表上，然后当然是尽可能把它密封起来。那这个随着技术的演进，其实有的可以密封到几十年，有的甚至将近100年。那100年怎么办呢？下一代要他们自己再做决定。那100年之后，他们根据他们当时的科技来去想。 我是要继续保持目前的处置的方法，还是我真的觉得要彻底把它埋起来，还是我这时候可能在利用，或是已经有找到适当的科技可以直接破坏掉这些核废料？每100年，我们不断重复在做决定，然后换言说，这变成是一个从原本的那种可逆性的一个封闭式的思考，变成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你永远不知道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100年后的人、200年后的人，他们可能会决定会有一个最终的决定，但也有可能不会。那我们永远不知道会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如果对杨丽这篇那个文章，我自己也了解了。如果有了解错误，那是我的责任。感谢师兄的翻译，很快的，就是口译很顺。好，那我请范老师跟张国慧跟 Yannick 来to join the table for the discussion.